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一同参与我们敬爱丰盛父的殡葬弥撒。我们将在五分钟后，也就是1:45的时候，先播放丰盛父的纪念回顾影片。请各位弟兄姐妹们尽速就坐。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手机关机，把这个时间好好的来陪伴我们的神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即将开始播放神父的回顾影片。Someone is praying.
你们应当相亲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亲相爱，人家看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敬爱的冯神父圣名文生的殡葬弥撒。弥撒开始前，请各位将手机转成震动以及静音。我们有提供网络直播，也有请专人负责拍照，请各位弟兄姐妹们可以专心弥撒，好好的陪伴我们神父。请起立，圣歌请唱《伟大的神》。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周省会长，各位神父兄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天主，让我们在复活期第四主日圣母主日的前夕，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圣母堂的圣母耶稣会的好弟兄，我们大专同学会的青年朋友们的好朋友冯宇文文生神父来举行这个殡葬弥撒，我们求天主赏赐给他天国永远的赏报，也求天主降福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跟随他，也跟随耶稣圣母，聆听他的声音，也更加的跟随他，来响应他圣母的召唤，更活出天主给我们的爱以及我们彼此的相爱。那我们也为活出我们的圣招教宗最近在你们欢欣踊跃法的劝谕里面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城市的道路上，我们一起来祈祷，也为青年的圣招来祈祷。现在我们准备我们的心灵，好能虔诚地举行圣经。耶稣，你是我们的朋友，你不再称我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你称我们为朋友，因为凡有你父听来的一切都显示给我们了。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主基督，你是我们的长兄，你曾吩咐玛利亚马达勒娜对你的兄弟姐妹们那里去，告诉他们你要升到你的父和他们的父那里去。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耶稣，你是大师祭，因为我们所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的弱点的大师祭，而是一位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的，只是没有罪过。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我们可以怀着义士之心走进恩宠的宝座，以获得仁慈寻到恩宠做及时的扶助。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仁慈地补听我们的祈祷，你的圣子由死者中复活，增加了我们的信德，愿他也使我们坚信你仆人冯宇文文生神父所热切期待的复活。以上所求是看着指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望。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地茂的后书。弟兄们，我已被惦记，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上主的圣言。
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上天主，不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如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我去了为你们预备的地方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上主的圣言。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是为了一位爱我们的，也是我们可敬的黄以温神父回到天家聚在这里。他是在圣周一3月16号早上的10点多过世的。他是去年10月7号。我自己亲自从台中农总见他出院，后来安排他跟会上安排他到我们自己修会的怡福园安养。这半年来，我每次上去有机会就陪着他，跟他聊天。到最后一次看他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问他说：“神父，你慢慢的接受也安顿在医护员的生活，饮食也慢慢习惯，也得到好的照顾。你愿不愿意我告诉会长神父说，派遣你就属于医护员的团体？”先前每次问他的时候，他总是说我要想一想。他一直挂念着台中立德的他的小羊们，可是在最后一次在医院看他的时候，他接受了。我再次问他说：“神父，你做这样的决定，你内心平安吗？”他回答说：“我非常的平安，因为无论被派到哪里，都是耶稣会的团体。”所以我立即的就告诉会长神父，会长神父也在他出院以后，在怡福园亲自看他。本来要给他派遣是复活节的时候，4月1号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在立德的团体也愿意在复活节那一天聚在一起，去看一看，关心立德的未来安排怎么样。我们谁知道呢？天主就在圣周一的时候就把他接回天家去了。所以本来在复活节那一天的下午，在立德是要看看立德的未来怎么样，大家都很关心。谁知道那一天就变成了为安排冯神父的殡葬礼仪事宜的第一次的筹备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准备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们非常的帮忙跟安排啊，所以事实上这边大部分的布置啊，一些工作事项都是弟兄姐妹们自动自发的一起合作而完成的。所以也让自己很深的体会到，红绳在他一生当中会陪伴年轻人的时候所播下的种子，大家都怀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
能够好好的为洪神父安排他最后的人生旅程，回天家的旅程。我们今天的弥撒当中啊，所用的祭衣布置是白色的哈，不是像以往的殡葬弥撒是紫色的。事实上，我自己做这样的召集人协调的时候，做这样安排的时候，事实上在前一礼拜是我自己接受雄区的大专同学会的同学安排，所以他们安排说神父为洪神父在文藻的追思弥撒，到底你要用追思弥撒还是用平日的？自己在一个思考以后说，用在复活期里面，自己愿意用的是白色的啊。回想到天主把洪神父在郑州一接回的天家，所以在天家一起啊，也是陪着主基督进入圣周，进入苦难，也进入主的逾越奥迹。当然我们更加相信洪神父与基督同死，也是与基督同生啊，他一起复活的。所以他实际上他现在在天家哈，在看着我们哈，为他所安排所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人生的啊生命的毕业典礼。当自己在准备洪神父的这个道理的过程当中，自己就重新看了啊我们的更新文教基金会的口述历史啊所出版的这本关于洪神父的半世纪的陪伴的这本书哈，也让自己能够借这个机会更加了解洪神父的生活。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我们现任的大专同学的总辅导哈，吴正焕神父哈，他跟我说，神父要不要给宗主教写个信，邀请宗主教来。宗主教是台湾主教团扶传委员会的青年组的一个负责的主教啊，所以在过程当中，宗主教也把他的一份信函就寄了过来。所以另外当自己在刚说看的洪神父的半世纪陪伴的书当中，自己很深的受到了洪神父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是在2013年10月26号的时候，在立德大家为他庆祝的时候，他发表的80感言。所以我以下就是会跟大家念宗主教的所写的这封信，另外就是自己受到洪神父的80感言的感动，所以自己早上的时候才有这样一种体会感受，自己用他这个感言，我来按照他感言为基础来代替他写的一个在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感言啊。最后呢我会用一首歌，也是那时候去参加大专同学会的时候，陶成营的时候的歌，叫做《新传》啊，也会为大邀请大家一起唱。好，首先呢，就是跟大家念宗主教的信函。敬爱的苏主教以及深爱冯宇文神父的弟兄姐妹们，天主已把我们的新科技神父、大专同学会总辅导神父冯宇文神父召为天上家乡。我们一方面怀念追思他，另一方面祈求天上慈父接纳他的灵魂，使之息止安所。
我因为嘉义教区今天4月21号正举行圣召节活动，故无法参加此殡葬弥撒，以此信来纪念并感谢他。我们的冯炳文神父几乎半世纪之久陪伴及辅导大专学生，奠定了 天主教青年们的信仰基础及彼此相爱的基督徒精神，而把自己的一生忘我地为教会奉献。数不清的人们深受冯炳文神父温柔的爱的影响而不能忘怀，我们为他而感谢天主。愿慈爱天父报答冯炳文神父一生的辛劳，使他安息在主内，享永远的荣辱。我们深信冯炳文神父必定在天上继续为我们和台湾教会祈祷，特别是为他所爱的亲人们祈祷。阿们。台湾主教团福传委员会青年组中安驻主教经上，2018年4月11号。我现在就用冯神父80感言的信为基础啊，以他作为第一人称的方式啊，来这边带他分享。我首先感谢这么多友人从国外台湾各地赶来，特别教区的大家长副主教、耶稣会的会长周神父、我的亲人以及众神职弟兄修女们，还包括不同的团体，中流基督生活团、三牧堂、神修小会、圣母军、亲爱家庭协会、基督服务团、台中龙总志工、小明五星班、台大光启社、志杰基督生活团、师大同学会、圣爱基督生活团、更新大专服务中心，当然还有我最喜爱的大专同学会，特别是立德的小杨们。我觉得既荣幸又受宠若惊，真令我感动。来陪伴我走完人生的旅途，回到永生天父的家中。我感谢所有照顾我的教友，几位热心妈妈在立德中心经常为我轮流煮饭、送水果、补品，还包括打扫立德中心庭院、丢垃圾、烧水、圣堂插花，都靠热心的教友承担工作。另外最后的半年在离铺园安养的时候，照顾陪伴我的吴主任、赵福员和会院团体弟兄们，对你们的付出我由衷地感谢。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是我的安慰，反观自己，我真希望自己有充沛的体力为大家服务，胜过大家为我服务。如今我要回到天家，你们不要烦乱，不要伤心和难过，我只是先你们而去，先到耶稣在父家为我们准备的住所，将来我们还要相聚。看到老朋友与年轻人聚在这里，我心中非常感动，但想到台湾的圣召缺乏，希望年轻人愿意跟随基督，让他们看到你们对主教神父的重视与照顾，希望能够吸引他们好好考虑修道的圣召。耶稣说，凡为了我的名舍弃一切，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承受永生。今天看到老朋友、新朋友，好像大家庭团聚，为我来说是最大的快乐。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
2012年是我进入耶稣会60年的钻石庆，2013年是我80的大寿，今日是我完成人生的旅途，入土为安，进入永福天乡的时刻。我感谢耶稣会对我的培育，更感谢希洛会给我机会，让我一生陪伴及服务大专青年。我在台湾51年，在台北更新木教院待了8年，高雄四维文教院待了15年，在台中最久，已经28年了。起初住在蕾丝活动中心，后来都住在立德中心，所以我对台中特别有感情。我自知自己的能力、体力与时间有限，从年轻时候起就专心做好一件事，这是我一向的原则。我的任务是陪伴年轻人，因此没有付出许多的时间关注其他团体，我再次向大家说抱歉。我对过往的回顾感想是，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彼此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爱人是对最大的诫命，比丰功伟业更受天主的悦纳。我们要经常行善助人，多祈祷，这是基督徒的功课。我们也要彼此联络，偶尔一通关怀的电话让友谊更坚固。我一直记得朋友的生日，当我当日必给他们发一简讯祝贺生日平安快乐，这也是我保持联系的秘方。我也一直给大家发出当日的圣言，为能使大家更加亲近主。2011年过生日的时候，我整天陪大家，接着病了3天。我不信邪，2012年生日再陪伴1天，结果仍病了3天。我自从去年10月病呢，10月7号到了云浮安养，直到今年3月26号安息在主怀。现今我觉得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如今我要回到天家休息了，等候大家一起来享永福。最后我感谢我的院长吴神父带我分享，现在邀请大家唱一首我喜爱的歌《新传》，让这爱的火炬能够继续燃地下去。Thank you.
各位弟兄姐妹亲友，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相聚，虽然人生的离别使我们感到哀痛，但是天主永生的许诺可以重新燃起我们的希望。现在我们在主的爱内彼此扶持，全心归向天主，向他呼求。请为教会祈祷，祈求天主帮助信友，使教会充满活力与喜乐，效法冯允文神父的福传精神，并借着活力与喜乐吸引更多的人认识基督，加入教会。我们同声祈祷。请为神职人员祈祷，他们毕生为教会、为教友，特别是莘莘学子，不辞辛劳奉献心力，祈求主坚强教会的神职人员，使他们忠于圣召，必以天主圣言光照他们，耶稣的宝血圣化他们，引导普世万民进入信德的光辉之中。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庇护我们。请为青年祈祷，求赐青年能够聆听内心深处的召叫，展开分辨的旅程，发现天主对自己生命的计划，并慷慨地回应天主。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庇护我们。请为所有为青年工作的兄弟姐妹祈祷，使他们效法冯神父服务青年的精神，以团体的力量为青年工作服务，吸引更多教内外青年走上成圣的道路。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庇护我们。请为身心受病苦的人祈祷，仁慈的天主，感谢你护佑接纳我们的善牧冯允文神父，也请你怜悯其他身心灵遭受病苦折磨的众人，依靠你宽仁的安慰与护持，牵你手脱离现世的疾病苦痛，得享恩赐平安永福。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庇护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最期待的冯神父以慈爱、温良及无比的智慧和坚强的毅力，完成在人世间扶传的任务，今天返回天乡，求圣母妈妈接引他到天父的怀抱，得见天主慈言，得享永福。我们也求天主陪伴安慰家属，赏赐家属身心灵平安健康。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庇护我们。仁慈的天父，你赐予人生命的气息，又派遣耶稣基督来解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束缚，求你收纳你仆人冯允文文生神父的灵魂，让他进入天上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痛苦、眼泪和悲伤，并求你垂视在场的亲友兄弟姐妹，让我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在天乡与冯神父重逢，一起想见你、赞美你、歌颂你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Thank you.
姐妹亲们祈祷，望全能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我们将这赎罪之祭与你圣子仁慈伟大的圣事联合在一起，求你收纳恩赐你的仆人冯宇文文生神父与你的圣子进入光荣的境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我的全心归向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你所当然的。上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必能使人得救。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的牺牲，今天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我们在基督身上有了光荣复活的希望，我们虽然为死亡的定律而悲伤，却因永生的许诺而获得安慰。主为信仰你的人生命只是改变并非毁灭，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便获登永远的天乡。因此我们随同天使和所有圣人歌颂你，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所创造的万物理当赞美你，因为你借着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子的德能养育圣化万有，又不断为你召集子民，好能时时处处向你呈上纯洁的祭献。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借着圣神生化我们献给的这些礼品，使成为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我们遵照他的命令举行这项奥祭。耶稣在被出卖的那天晚上，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新的弟兄姐妹，
主因此我们纪念的圣子为拯救世人所受的苦难和他光荣的复活升天，便期待他再度来临，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具有生命的圣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这赎罪的牺牲，求你使我们借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与你崛起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同贞农夫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你的圣宗徒及光荣的殉道者和圣文生，以及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上主，但愿这一年修好之际，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并使旅途中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摩尼贝尔的仆人、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你既愿这大家庭设立在台前，求你不应全家的愿望。仁慈的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求你垂念你的仆人冯允文神父，你从人世将他召回，你接纳他成为你的儿子，并召叫他成为师铎，跟随你的圣子基督大师祭，使他学习基督为你、为教会、为你的子民、为世界奉献自己的生命，回应了你的召唤，发基因圣喜和你圣子一样的死亡，求你和使他和你圣子一样的复活。将来基督使肉身复活的时候，我们被为肉躯，也能相似他光荣的身体。求你全年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亲友和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恩准他们进入天国。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那时候，你将擦干我们的眼泪，因为我们要亲眼看见你，我们的天主，永远相似你，不停地赞美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主基督，因为你借他赐给世界一切美善。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信奉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靠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主的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的人是有福的。各位弟兄姐妹先坐下，请已准备好领受基督圣体的天主教教友近代人员的指引，向就近的神父领取圣体，并依指引的方向回到座位。还未在天主教领受过圣体圣事或是还没准备好的朋友贵宾，请坐在原地祈祷。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为你的仆人冯宇文文生神父举行了逾越奥基，求你赐他进入光明与平安的住所。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神父一生陪伴学生不遗余力，从台北圣家堂、更新文教院、高雄市委文教院，到台中蕾思学生中心、立德学生中心，神父的足迹遍布全台，从如兄如父的照顾到神父爷爷的呵护，不变的是他始终是我们最亲爱的洪神父。如此亦师亦友的神父，你怎么能不爱他呢？相信大家对神父都有无尽的思念，也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跟他说。在此，我们邀请文藻外语大学前副校长、外语教学系滕美华教授来分享他所认识的冯神父。3月26号，当我们听到冯神父已经回归夫家的时候，在我们的群组就开始丢了一些对冯神父的怀念，包括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那当时我们的校史室的馆长也是经由冯神父陪伴很久的易守真，他说你们赶快把一些意识给我，我要写在这个校友周刊。那时候他才说，在3-5年前，康姐有请我们易守真的能够在这个神父的就是回忆录，就口述历史那本书当中，希望我们文藻也可以写一些对冯神父的回忆跟纪念，但是我们缺席了。所以我今天其实有一个任务，就是在这边跟康姐请求她的原谅，然后呢也跟冯神父道歉。在文藻陪伴我们15年当中，我们居然连在他的那个重要的回忆录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只字片语，这个是我们最难过的地方。那我们也请求耶稣会的神父呢，这次在我们的校友周刊，如果你们有再版的话，请把我们那一篇放进去。那我想很多人应该比我更有资格站在这边对冯神父回忆。我会站在这边是因为我代表60岁以上的人，表示冯神父从20几岁就开始陪伴我们。在文藻的追思弥撒当中，我们发现前来参加的60岁以上的真的是非常多，所以沈明士弟兄请我在这边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犹豫。我觉得台中有更多的人更有资格来怀念冯神父，但是我们这个花甲子年纪的，对他的怀念其实可能跟我们现在叫他爷爷的这些年轻人是一样的深。所以我们也能够在我在应该是在17岁的时候开始是认识冯神父，是我参加大专同学会，那个时候是应该是第2届还是第3届的时候。那我在那个时候同时认识康姐，认识冯神父。那我们要非常感谢当时的市委文教院还没有盖好，所以冯神父可以住在文藻。他住在文藻的那一段时间给我们非常快乐的时光，他给我们上道理课，他也在文藻授课。在我们的校园里头，这么简单的2栋建筑物里，可是每天就有冯神父的身影带着他的吉他陪伴我们，有失恋的老师去找他倾诉，有敬仰他的学生想办法跟他约时间要跟他谈心。在一个校园里头，一个简单的校园，可是我们就感受到那个暖暖的那个许风。可是这个冯神父在那个时候一定是我们的大众情人，可是他却是这么的
温文儒雅，应付我们所有的难题。那在当时他有一辆摩托车，那他常常骑着摩托车出去，我们也非常注意神父的行踪，因为他是住在文藻，他常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他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摩托车都是变得非常的伤。所以住在文藻的那段日子，隔天他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摩托车已经变得非常干净了，因为我们就是利用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我们偷偷帮他洗摩托车，那当然也是要争宠，可是我们又不敢跟神父讲说是谁洗的，我们就是说你的守护天使。所以在神父住在文藻的那段时间，真洗摩托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做完弥撒，修女会帮他准备早餐，那有些比较大胆的校友就会去找神父说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谈，那神父也知道他们的用意，就是把早餐分享给这些觉得没有吃饱的住校生们。那再来就是我在文藻三年级的时候在台东，我原本就是住台东的，那我在那个时候参加完大专同学会，各位可能知道当时的台东到高雄其实只有公车可以坐，要5个多钟头。我在台东县政府打工的时候，有一天突然神父出现在我工作的地方，要下班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跳，神父特别来看我。我相信神父知道我当时的一个家境的情况，他可能是来看一个非常穷困的学生，可是他的陪伴的方式是这么的没有痕迹，他就特别来看我，问我打工的生活如何，然后呢就陪伴我走回家。可是我打工的地点是在鲤鱼山，我家是住在快靠近海边，其实还蛮远的，我就牵着我的脚踏车跟着神父在台东街上走，走到我家。可是我现在有点后悔，那时候我应该请神父骑脚踏车带我的，那这样子我就有特别的福分。现在想起来以前还是不是那么的聪明哈。那神父我在每次望弥撒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文藻应该是有一个神师住在学校的一个最佳的时光，他每天做那个弥撒圣祭，我们都一定参加弥撒圣祭，然后唱歌唱得非常的大声。我们唱歌的时候唱完，神父只要做完弥撒出来，在他吃早餐之前他都会跟我们说，你的歌声非常的好，你唱得非常的好听。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有信心，就成立了圣歌队，就到每一个地方去唱圣歌，还要领一些红包。所以神父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那另外神父做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细心。有一次毕业典礼，那时候我已经当老师了哈，那他看我穿一件非常漂亮的红色的衣服，他就说，美华，你今天穿得非常漂亮，我帮你照一张相。那这张相就是在我20岁的时候照的，从那个时候这是我唯一这一辈子最漂亮的照片，再也没有更漂亮的照片了。因为那个红衣服，他叫我坐在文藻的操场上，他说一定要把裙子都掀开弄好，就是把它铺在那个绿草地上，这样照起来才很美。这张照片我保留到现在，她比林青霞还漂亮。虽然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美丽，不过我也从来也没有那么美丽过，但是我要感谢她，她就是这么的细心做每一件事情。自从有 LINE 以后呢，神父的记忆力更强，她就是生日的时候会发讯息，只有一天他发了一个讯息给我说，美华，祝你生日快乐。我说，神父，我这个蔡奇阿米啊，可能有人跟我同名，我不是那一天生日，他才想起来是另外一个美华。我相信在座的也有叫美华的，我今天很想跟他相认，那个不是我，我是劳动节的那个美华。那在回忆神父的这些生活当中，我觉得有一件很深刻的事情是我深受影响的，就是神父在当他在跟你讲话或对你的时候，他那一刻是全心全意给你的。那这个给我很多的一个影响，就是
我在对待我的学生或同事的时候，只要在路上或是在某一个地方有人跟我谈话，这个时间就是最宝贵，就是给这位人的。那这个精神是从冯神父那边来的。那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其实都不是来自于自己的修炼，而是借由我们旁边的很多天主派来的天使来陪伴我们。我相信冯神父在我的生命当中会占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是因为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行为跟所有一切的德行影响了很多人。谢谢。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然后觉得文藻那位老师讲得非常的轻松自在，我可能会把气氛用得很严肃，就是非常的抱歉。冯玉文神父，他以天主的爱和温柔浇灌了所有的大专青年，从北到南超过了半世纪。在这54年里面，一批接着一批都没有间断过。神父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就像天主他不曾忘记过我们一样。我觉得记得是一个很美的祝福。神父他会天天传每日福音，然后也会在生日的时候传送祝福给我们，无非是要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记得天主，然后神父会在弥撒里面记得我们。冯神父他作为为青年传递天主爱的这个桥梁，我觉得是很温柔又很坚强的。然后在这边我也想要分享一个神父的小故事，也是跟车子有关。就是神父曾经在东海的一次聚会里面比喻自己是一台车，是作为天主的工具，然后他想要载天主想要载的人到他那里去。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幸运都可以搭上这台车，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就是神父因为健康的关系，就是渐渐没有办法自己开车。然后那时候我是总干事，我原本还很天真的想说我要骑摩托车载神父从立德到东海。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安全的考量，我就拜托了中分团的戴丽姐跟校园使徒的小翠姐完成这个任务，把神父从立德载到三福堂跟大家聚会。现在回想起来或是反省的话，我自己有蛮深的反省，就是当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我们更要努力的朝天主的道路前进，做他的工具去传递爱。当我们能力够的时候，我们更要时时的停下脚步去聆听分辨什么是天主要的，然后坚定的走。然后就让我们就是这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接着把这个爱传下去。然后最后想要跟神父说，就是我们很想念你，也很爱你。你曾经说你最喜欢天主经里面一句话是愿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如今我们现在在人间，你和康老师还有那些我们爱的人在天上，请求你们就是在天上为我们持续祈祷，然后陪伴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在这个人间完成天主的旨意。然后我也想要特别就是为那些深爱神父但是没有办法到场的人，请大家为他们祈祷，他们可以带着神父对神父的思念，然后专注于当下的任务，坚定继续前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
最后我们邀请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周守仁神父来分享。亲爱的副主教、洪神父的家人、我们的罗松，大家好，各位来宾、修女，好。我自己是在洪神父离世之前几天才第一次跟他谈话，在颐富园。我跟他谈话是：洪神父你好啊。他当时是很辛苦啊，就是他的背腰使不上。不过他也跟我谈，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我自己的使命就是他神父你愿意将来留在这个颐富园属于这个团体吗？他很容易是愿意，神父是很服从的人。我在谈他多谈几句后，我看到他其实是辛苦，他要听我的中文更辛苦，所以神父我为你祈祷，祈祷之后就走了。神父说：哎，拍个照，拍个照。啊，他在床上不是拍个照。我原来是听不懂他说是拍照，从来也不知道病人需要拍照。我听得懂的时候，啊，我拿我的手机出来，啊，拍个照，站在那里，很好的，客人都是很美丽的微笑，神父的微笑是很有感染力的。我也跟他一个 selfie， 那个 selfie， 才走的时候，神父你保重，我等一下过到几天我再来，好，再跟着微笑，那是最后一次了。那谈话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个消息，他离开我们，回到天家了。所以神父的他的爱，他的微笑，这是感染了很多生命。啊，今天很感谢大家不同的单位、不同的人士配合合作，才可以有这么好的礼仪，跟我们的敬爱的洪神父说我们暂时道别，来日再见，在天家再见。哦，我们是这位神父感念，但是我特别想要为我们的年轻人说几句话。你看看呢，我们的神父收女儿，头也白了，要秃了，有秃头有白发了。你们现在是年轻，你们将来有晚辈吗？啊，有晚辈，这样的年轻人由谁来照顾他们呢？由谁来陪伴他们呢？他们也需要嘛。所以冯神父是你们的善牧，他现在回到他善牧的怀中，他需要他的年轻人积极的回应，慷慨的回应，有胆识的回应，为他接旁照顾将来的年轻人，教会的年轻人，国家的年轻人，世界的年轻人，怎样我们才可以有希望。所以愿冯神父在这里也看到他的接旁人，他的继承人，男女的也可以。天主保佑。
各位兄弟姐妹，我们按照教会的地图、兵章、王者的遗体，大家知道玩物都是为了天主而生存。现在我们虔诚地祈求天主，使我们的冯允文神父即将被埋葬的身体，将来复活时能获得生者的完美和地位，并求天主使他与诸位圣人和诸圣者、信者欢聚一堂，共享永恒的幸福。愿你从从今以后与基督常在一起，共享永生。
的身体曾经由圣神主圣成为天主的宫殿，愿你日后也获得福祸的光荣。现在我们也请求圣母玛利亚和天上神圣一起为冯允文纹身之夫转求上主，上次他嫁入天上的大家庭，共享永生的幸福。和所有死于基督的人一样，我们感谢你在献祭把无数的恩惠赐给你的仆人，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为你的仆人开启天国之门，也是我们暂时留在此世人能以心得的言语互相安慰，直到我们大家在基督内上遇，同你和众兄弟姐妹永远团结团聚的那一天。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Amen。让我们向洪神父的灵柩以上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请大家坐下。
现在进行加祭，首先进行耶稣会加祭，请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周守仁神父就主祭者位置，请耶稣会会士起立。上香，家属家祭，请主祭者就位。与祭者与全体家属就位。上香，献花。家族向洪神父领袖祭一项，请三鞠躬，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请家属回座。我们洪神父的家属想在这里向大家致辞。主教，各位师长、修士、修女及贵宾，大家平安。我是洪神父的侄子洪弼。感谢教区耶稣会、智商委员会跟大专同学会，筹划安排这一场追思告别会。也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拨冗前来，送我亲爱的伯父。你们大家的洪神父最后一程，我也特别要感谢医护员的吴主任，跟他在这伯父的最后的时光，给他最后的陪伴，也谢谢文婷女士这些天来给我们家属的细心的协助。我仅代表洪宇文神父在台湾、大陆及海外的家属，给大家致上万分的敬意跟谢意，谢谢大家，天主保佑。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神父，
修士修女，组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为冯永文神父举行殡葬弥撒，我作为冯神父的姐姐再次感恩天主，感谢修会，感谢亲属和众多教友，谢谢大家。作为家属，弟弟的离去让我悲伤无比，你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你的一生侍奉天主，宣传福音，信仰天主，每一次我们在台湾见面都能看到你和大专同学会的学生在一起有说有笑，一起分享人生，让年轻人懂得爱和宽恕别人，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令人羡慕。作为教友，祈求主让我们能继续天上人间一起同声祈祷，赞美主，感恩主，甘将一生交给天主。现在你卸下重担，免去辛苦，进入天国，与主同在。我也期盼着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堂相会。接着进行公祭。由于今天参与的单位众多，时间有限，我们将采联合公祭的方式，请司仪念到的单位代表出列，其余成员请原地肃立。大专同学会、中流基督生活团、圣母圣心修女会、耶稣孝女会、善牧堂、神修小会、圣母君可爱之母、基督服务团、高雄视为基督生活团、高雄亲爱家庭协会、校园使徒团、同道会，以及在场未念到的团体及个人，请原地肃立。我们邀请大专同学会会长徐一伦代表全体教友向我们亲爱的冯神父致敬，请就主记者位置，其余单位请就位。上香。向我们亲爱的冯神父行三鞠躬，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家属打礼。请坐。盖棺。
上有地相，中间走道